马卓萨斯的防卫者，克尔苏加德透过欺瞒与背叛，让我们的家族彼此针锋相对。他串通外部敌人，违抗统御者的意志，今天要让他付出代价。 这一群杂牌军可真是微不足道，难道你们只有这点能耐吗？巫妖，你的阴谋到此为止了。嗨，你们无法阻止注定要发生的事，要是自不量力的话，就尽管来吧。我们不能从正门进攻，狭窄的走廊会给予巫妖优势。 旁边的路被堵住了，敌人占据的高处会对我们造成重大伤害。这种程度的屏障，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继续推进。亚莱、梅萨纳率领部队翻过山脉，从后方破坏敌军。太愚蠢了！ 那些巫妖会一路用巫术攻击你们，白费力气。不管他们用什么魔法，我的傀儡都撑得住。巴尔米达击破高墙以后，我们就听你指示。等我们进去以后，一定要拿下灵魄主藏，别让敌人用来对付我们。相信你准备好了，猿猴行者。 杀光那些巫妖！如你所愿，尼奈达，你跟这些入侵者玩够了吗？快杀了他们！遵命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服侍主人。那个不要命的蠢货！ 要是不阻止他，我们就完了。所有人前进！没想到你竟然能赢过我！你太迟了，通道已经开启，消灭这些多事的家伙！ 那个怪物正在焚烧我们的军队，我们快撑不住了。死灵领主，坚守阵地，我们绝对不能辜负马卓萨斯。女爵大人，瑞文崔斯与你同在。 这么多无畏的勇士，让我感到十分的光荣。哎呀，这不是凯尔萨斯王子吗？我还没有好好感谢你，让我使用太阳之井呢。够了，科尔苏加德，你违反了统御者的律令，还密谋摧毁马卓萨斯，投降吧，不然宰了你！蠢货！ 要在你们这些只会争吵内斗的家族里面制造混乱，实在太容易了，完全不出炎狱之主所料。可惜你们无法活着看到最终成果。科尔苏加德正在吸取梵侯星丹的力量，去削弱他，我或许有办法用法杖来救他。 闯入者，你今天难逃一死！你该害怕的不是我们，科尔苏加德。篡位者，你完蛋！你会为马卓萨斯和对我做的好事付出代价。 愚蠢的樊侯，你的胜利虚有其表。
勋章到手了，我们回去瑞文崔斯吧。什么？我们不能这样离开，科尔苏加德非死不可，我要替银月城报仇。他的命运不该由你来决定。来吧，巫妖，监禁者召唤你前来。科尔苏加德不在，但你的势力还在，我不免有点怀疑，你是打算要卸下我的凡侯头衔吗？新丹加入我们，我就不会那样做。我们要借助你的力量阻止炎月之主。我现在知道真正的威胁是谁了。季怡家族会和你站在同一阵线，为了证明我可以信任，我献上统御者本人曾经使用过的法杖。我们会将法杖送回统御者之座，这个法杖会成为我们胜利的象征。虽然科尔苏加德逃过一劫，但他再也无法影响马卓萨斯了。而且我们也和凡侯星丹成为暂时的盟友。我承认一开始对你有所疑虑，冤侯行者，但你证明了自己是我们世盟里不可或缺的勇士。还有很多事要做，维拉斯必须为他的背叛付出代价，科尔苏加德也一样。确实，现在就把统御者之杖带到圣所来，庆祝我们的胜利吧。冤侯行者，你所做的一切我们会永远铭记在心。巴尔米达，你和外来者串通，背叛了你的家族以及你的凡侯。我这么做全是为了揭露赫尔苏加德，帮你夺回统治权。的确，那为你的不当行为赎罪的最好方式就是成为我的男爵。从今以后，你要负责帮我联系德拉卡米爵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凡侯大人。专注隆卡，力量从心而生。我锻造，你放心。啊，学徒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最好有重要的事要说。